就是一排平房，超像主角的家，对啊，就那个主角超像的。我就说哇，这个再破烂一点，就是。我今天还看到，就是那个超多椰子树啊，那个超多像那个夜店附近，这边种很多椰子树。而且他们的加油站那些商店真的很像 GTA 里面，就是 GTA 里面的。天哪，我在逛 Target 不是真的要破产，一定要买褪黑激素。我昨天睡了，我昨天吃了之后整个大爆睡。看电视这么有用啊、哦，超有用。但是我吃，因为我在飞机上有吃，就好像还我感觉我还可能我吃的墨数比较高。哦，你的是哪个牌子？我吃两颗三墨。哇，哎，这好像是超商，超商是什么？汽车厂。我怕你吃两颗会昏迷不起。那真的是，我昨天看电视看到打瞌睡，然后就睡到隔天早上，好爽。褪黑激素是干嘛的？就是类似助眠的，但是它不是安眠药，它不是安眠药那一种药，它是有点像保健食品的，它是就是身体自然会分泌到晚上会分泌的一个激素，对，让你比较容易入睡，比较容易比较快入睡，但它不会让你像吃安眠药这样有副作用沉睡，就是或者是很难醒来，对啊。所以呢，在台湾也可以吃，台湾把它当买不到。你要去看，像旅游门诊，就是会需要调吃。台湾买不到，他医生才会开给你，或者医生调什么？褪黑激素不是美白的，才不是哎、欸，它是脑内会自然分泌的一个激素，就是人类在晚上的时候会分泌的一个激素。欸、到了耶。超多人的哎、欸，那这么多人哇，要排。这排是德来树，他是不是要出来？你给你没有没有有位置，旁边有位置。哦哦哦，好好。哇，上边旁边还有很多商店哎、欸。讨厌技术。哎、欸，这里直接插进去。哇、哦，看那边。讨厌技术，他可能音乐节奏走很快，做饭应该反应很小。臭。国外商店，哎、欸、，In and Out 超小间的耶，它是一般的超商大小，它是连锁的素食，对，它很像麦当劳，嗯，但是只有美国西部才有。哦、嗯，下课，拜拜。超好吃，汉堡类嘛，是全部都好吃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吃过。它就是它的菜色比麦当劳还要少，可是它就是很好吃，它很精锐，就美食、嗯。它是简单粗暴。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下车了吗？可是他刚逼到。那小舅给你拿。可以帮我看一下。那我要把东西放这儿来。可以。帮我看一下。坚持所有牛肉不能冷冻，真假这么屌？我看一下，我帮你看。这包怎么幸好到了，不然我快晕车。你要怎么带回台湾？可以在后面吗？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边的门没有锁哎、欸？啊，我不能乱开。你要不要先让我？好，你先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个是常规。啊，前面会很凸出来吗？还好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这台车很古板。它没有锁，因为它没有那个门锁哎、欸。我怕撞到别人的车。哦，终于踩到陆地了，我真是要吐了。抖内解锁说什么？车门是不是？因为餐服务餐点直接跑来这边点哎，服务生。A 车情缘。在你要看这台车的人在里面睡觉，在里面铺张床。看你看后面，看超恐怖的。这么大吗？后面是怎样？哎，超像大麻，很像虫哎、欸，这是大麻、欸，很像虫哎、欸，大，到底是什么？
看起来好像还蛮有位置。超多人呢、欸，你看，超多。而且他们都不内用，全部都德莱素。他们全部都是德莱素，然后餐厅里面没有非常的多人。逛啊逛啊逛啊！这边买的好多啊，好多商家一起。侧面像糖果，你说那个演艺圈那个糖果吗？好像这边很好逛的样子哦。两边都是觉得很好呀。糖果，有人说很像糖果，演艺圈那个糖果。不认识，哎，我不知道他的就义哦，思雅，思雅，啊、那思雅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是谁啦？一个蛮漂亮的黑社会美女，做这里吧。来坐这里，好，然后这边，然后我跟 Frank 坐那边。那我看你要哪了，你看要坐这坐那，看机器放这啊。好，这样机器不会打架。坐这里。那还可以有不同的视角，可以拍到你们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照你们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他们也知道，无法避免。好。好多外国人，不然嘞，不然嘞，说啥嘞？你看要小妹妹，他是直接把手机架在那，然后你是用手机，对，我用手机。奥斯涵姐姐的账号，奥斯涵姐姐，哦，哎呦，你不要抖内啦，后疫情不要抖内，不会的，那边不会知道，还不知道，为什么？要不要？你会去吗？我最近拍了不到几百次了，你以为？早就已经不知道出镜几百次了，还敢躲？他正要去点，对，他有 double 就是所有加 double 就是两层都有。但很多人会有一点死的感觉，那你如果没有要吃这么多的话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二个就是 cheeseburger 起士牛肉丸，我想想，就是最经典，然后第三个是没有起士，然后他会问你你要不要加洋葱，加洋葱是比较少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他可以单点，他那个是套餐，下面就也很好。如果你要吃套餐，它是一个饮料，一个薯条，一个汉堡。那薯条的话可以是正常的，然后你也可以选加起司酱。Animal fries， 然后或者是 Animal fries，Animal fries 就是鸡腿加，有点像他们特调的沙司酱，或者起司酱。那个是那火锅的，那配搭我跟你讲。所以它是桃单吃爆，就是没有酱料，不要有酱料。我要 double double， 那不是 double， 全部来一份，配热量最高的，真的，这个是热量最高的。好，擅自己点餐。我今天早上挑战过，好不好？整个超雷。哎，好快哦！怎么这么你自己当天有大破哎！现在都要停拍了。我们想说要顺便去逛商场。哦。对，然后你们看对面一堆，然后顺便逛一下。这个是啥？可以拍一眼哦，折直播背包，拍起来。然后重点是他讯号是打回家里的电脑。所以如果你视讯断了，家里没有网络没断，还是会断。那关这么屌吗？对，打回来，硬是把硬是打回家里啊，这个要打回来。等于你，那我这个看起来太可悲了吧？我之前买这个可悲，不会啊，那个一般的啊。我跟你一起可悲啦，我也用那个。
所以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没有那么高级，经费不足。那你们等一下要私你们再去点。好好。要外介绍吗？啊，你英文那么溜，不用外介绍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英文很溜，你那么 fresh 超好吃。这是他的薯条，他加他的那个油。因为你吃过。你知道？你也知道？应该有。要外介绍吗？那一定是。那你们今天去干嘛？我今天 cosplay 去啊，我今天 cosplay 去找同好，很开心。你可以看我的画布。我有看，我看了，所以你们都跑去那个 Twitch Con 里面是吗？没有，我早上我去表演，然后下午去逛花园，就是景点，风景。怎么感觉那么无聊？下午去风景，你不是都在去看那边看台？没有，你不是更无聊？我早上去那个开飞机，不是要中午吗？哦，开什么飞机？有一个那个无人驾驶，有人驾驶真的在上面开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在哪里可以坐？我也想坐。那个 VIP 的那个活动，所以我去了一下，很好玩。VIP 的活动最近的，很爽很爽。就上去就会觉得很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开那种战斗机。战斗机？真的是战斗机。前后两，我跟另外一个，我跟另外三个那个泰国主播。然后有一个那个泰国的员工就退出，然后在上面就对射，你知道吗？射到他，然后他直接就喷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模拟那种战斗机，真的可以射，不是真的射东西，反正它就模拟嘛。他如果射到了，他那飞机会喷烟，对不对？就假射。红包弹，所以是你们坐在上面，然后前面有人帮你驾驶，然后你就可以。他在后面驾驶哦，然后你可以瞄准，反正他开嘛，但是到后面是你自己可以开。是卖走还活得回来？因为他会，反正开不了的时候他会帮我开啊，他会帮你监控，就跟那个汽车驾驶老师会在旁边，如果要刹车，他就会帮你开。